今年中央特别强调，我们要把生产的潜力放在提升单程上，而且明确提出要大面积的推广或者集成使用相关的技术，确保2024年的国家的粮食安全的指标落到实处。我们要通过高标农田的建设，通过种业技术革命，通过农业基建，通过社会化服务的方式，通过新兴经济主体带动的方式，使我们2024年我们的粮食稳定提升在1.3万斤以上，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。中国的饭碗要牢牢攥在中国人手里，中国的饭碗必须装中国自己产的粮食。第二条底线就是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，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防止出现规模性的返贫问题。